大家好，我是木拉萨，我现在在那霸国际东。中祥有一种使用香线琴演奏的中祥民谣，当地有很多一边欣赏中祥民谣演奏，一边用餐的居酒屋哦。今天要去看看现场演奏中祥民谣的居酒屋。其实我不太清楚哪间店是这办的，木拉桑要去的这间店非常棒，请期待一下内容。好，我们到了。这间居酒屋的名字是 Mion， 地点在地下室。一进来里面觉得空间蛮宽敞的，一起看一下菜单吧。木拉桑点了 Orion 的香啤酒，那我要来喝啤酒咯。哇，真的超幸福的。尾像一遍也像在了，这个尾看起来超鲜美。我要开动咯。嗯，新鲜又好吃，我很推荐这个哦。啤酒一杯又一杯。接着是弘毅天妇罗，面衣超酥脆，弘毅吃起来很甜哦。来吧，木拉桑还可以继续吃哦。这道菜也是中祥家庭料理的臭豆腐，
这间店的料理好吃到我想要推荐给大家，期待你们有空可以来用餐及放松听音乐。我吃饱了，超好吃的。能够同时享受中山在地音乐和料理，真的很不错。希望你们有机会来这里看看哦。感谢大家今天也收看到这货。你们喜欢今天的影片吗？那我们下回影片见。红家马丹呢？